姐，留不得！放开你！相公求你了，相公。有人吗？哇，有人吗？有人吗？喂，有没有人？有没有人呢？喂，高志，你忘了我们的约定吗？除了书信来往，私下永不相见。那得是在我得到飞天神珠的基础上。熊掌门难道忘了？20年前，可就是在这，你我有一个约定：我助你除掉江源，你助我得到飞天神珠。我的承诺早就兑现了，你的呢？可这飞天神珠已死，我又该如何兑现承诺？你以为他真的就死了吗？这20岁左右，铸造人身，据说取了玄门学艺。可这人都已经死了，还怎么让我找人？那就一个一个查。哼，当年就是在这儿，你父亲带领我们众师兄弟日夜看守着被封印的飞天神珠。只可惜20年前的一场意外全毁。哦，对了，神珠附体，身体可有什么不舒服啊？怎么吃都吃不饱，怎么都吃不胖，算不算？那神珠何时出现呢？被人揍的时候，气到爆，神珠就出来了。先生，我不行了，不行了，不行了，小侄，马上就好，再等等。师叔加油！师叔疼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不要吵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师叔不行！不行！不行！不仅我如何得到神兽，为我所用，铲除黑漆鬼，成为天下霸主！师叔！果然跟你那个废物爹是一样，刺刀临头，还跟我认亲，活该你爹逼我一杯毒酒送上西天。是你杀死了我爹，江阳夫人之人，难成大事。他根本不配当掌门，如果不是他占着掌门之位不放，我又怎么会联合黑旗会？
做出如此不忠不义之事啊！原来都是你啊！我变了，终于变了！我告诉你，陈八代说的都是真的，当年就是我把你娘逼得跳下了山崖，那是因为他死抱着你不肯撒手。那么你又能奈我何？这就是你们父子俩的命。哎呀，来找我报仇啊，来找我报仇啊。这世界很酷。